我们的民谣歌曲叫《牛犁歌》，好听的歌曲献给大家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吹笛手，哇，很棒哦。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呢，就在我们跟杨妹妹一起漫步在云端之下呢，那我们就画下一个美丽的句点。那也期盼呢，我们的青青的高空的观景步道呢，哇，从今天开始呢，哇，可以创满无限的商机跟人潮。我们谢谢，那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与会贵宾，以及我们所有媒体朋友大家，还有我们县府团队的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记者会就在这边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，谢谢大家。